I couldn't wait for you to come and clear the cupboards. エネルギー反応、ガメラの増殖が始まりました。浄化の時がついに。Hello， 我看吧，这里是柯文，欢迎再次回来这个频道。那么卡美拉的新作动画大家都看了吗？感觉如何呢？虽然我不是第一时间看完，因为那时我还在伟大的航路上。相信各位也知道，当一部克斯 IP 被改编成 CG 动画，再加上 Netflix 出品的话呢，那么肯定能获得非常美妙的体验呢。但是这部动画给我的感觉呢，它有去整合过去昭和以及平成的风格，所以我个人觉得无论你是昭和派还是平成派都能得到满足。虽然是真的肉眼可见的经费不足，但是有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上。怪兽之间的打戏都表现得非常的有魄力哦，但碍于只有六集篇幅的原因呢，那肯定会伴随着不少的遗憾。就比如说第五集，我觉得有点太快了，角色转变得很突然，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下吧。1989年的夏天，小学生的纯一波可乔迎来了小学生涯中最后的暑假，而在这暑假结束后，波可就要搬走了，所以为了保持联系呢，他们决定去购买无线电。不幸的是，他们却碰上了不叫胖虎的孩子王布罗迪，夺走了他们的金钱。心有不甘的波可等人决定密谋一个计划来去夺回他们的金钱。正当他们准备执行这个计划时，一只名叫加奥斯的怪兽却突然袭击了东京，智人只能惊恐地站在废墟中。然而就在加奥斯准备袭击他们时，一只巨大的乌龟出现了。于是最后的暑假，友情怪兽少年们目睹了传说。首先我觉得制作组把作品的时间线定在1989年呢，是还蛮有趣的，因为这一年刚好是哥吉拉 vs 必要兰蒂诞生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正从昭和过渡到平成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是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也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啊。虽然剧中那些军队的装备看起来不像是1989年该有的东西就是的啦。本作剧情方面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吧，但是如果你本身有看过昭和系列的话呢，肯定会感到非常的亲切。个人感觉它好像是有把昭和以前的叙述方式给搬进来，很多剧情转折我都觉得蛮突兀的，就很有那个年代的叙述方式了。反正不管具体的效果如何，但总之那一段剧情就必须出现到就是了。本作是以小朋友的视角去展开整个故事的，所以呢就会有蛮多一些童趣的部分啊，虽然在这期间也掺杂了一些猎奇的部分啦。小朋友的角色配置也是点中点啦，就比如说想获得父亲认可的啦，思想较为早熟的啦，啊，喜欢稀奇古怪玩意的啦，还有背负着课业压力。不过所幸的是，剧情并没有刻意的往小孩子惹是生非的套路去进行，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小孩子气的片段，但是总体来说并不影响观感。最后为了替卡梅拉争取时间挺身而出的片段也挺让人感动的，简直就是梦回小小勇者啊。然后较为重要的大人角色呢，田崎和艾米可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六集的篇幅要给到每一位小朋友以及怪兽呢，就导致他们分配到戏份并不是很多，尤其是田崎，真的对他的印象就只剩下他的那坨毛了。说真的，为什么人物建模都不怎么精致的情况下，他的那坨毛却栩栩如生呢、啊？到底是为什么？嗯，あの少年たちの電波が途絶えてます。なんだって？あの髪型、こんなだもんな。
然后艾米可则是我认为全剧较为严重的一个点了，因为他是所有人物中变化最大，同时也是主线的关键人物之一，却草草的带过。本来前几集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天然呆的女生，结果在第五集猛然你变成有点病态的女。虽然在早见沙织出色的声线转变下并不至于太违和，但是没有铺垫的情况下突然的转变真的有点糟糕。不过也多亏找来了早见沙织来配音，以至于我都没有想过她会变成这个样子。不过我觉得最糟糕的是她这一段剧情要带出其背后的反派集团，而这就是另外一个未能填下的大坑了。然后片中有一个人物让我蛮惊讶的，就是没什么戏份的佐佐木大队长竟然是樱井孝宏配音的考哥。也因为考哥配音的原因呢，让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是什么非等闲之辈，因为他每次能在怪兽来袭之前呢能够折出相对应的折子，所以就会猜想他到底什么人物，会不会是昭和很常见的那种外星人反派。结果没有，他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一版卡梅拉的设计重点是拥有巨大的体型的同时呢身体又很灵活，而这一点呢在动画中得到非常棒的诠释。我特别喜欢这组特别着重的加大他的手臂，让整体看起来非常具有肌肉猛男的感觉，这也使得本作有非常多的肉搏战，过肩摔什么的根本就家常便饭，这点可以说是替本作的战斗画面添加了许多娱乐性。不过我认为最棒的画面是卡梅拉在螺旋飞行的时候直接把怪兽一分为二，哇，这个画面真的太疯狂了，哪怕被誉为客色巅峰的平成三部曲也没有这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制作组是有好好的利用动画的媒介去做出一些平时客色呈现不了的画面。不过唯一可惜的是本作中没有卡梅拉系列另外一大卖点，就是精彩的空中战。是的没错，即使这部有加奥斯呢也没有一个精彩的空中战，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我觉得除了卡梅拉外，这一座表现得最好的怪兽是拜拉斯和吉隆了。首先是吉隆，我觉得制作组太会了，他们有在善用他的造型特征，真的太因为原版就是一个顶着一个巨头刀的怪兽嘛，所以这一次就以原版为基础，只不过把它的造型改得更为凶猛。这一点其实很符合它原本的名字嘛，就是大恶兽吉隆，并且这次还升级了它的身体，让它仿佛弹簧一般，非常的轻柔，变得好像是一种软体动物一样。一切也多得本片采用 CG 的呈现方式得以实现吉隆攻击性的多样化，而在剧中呢他基本上看到什么就砍什么，加上身体非常的轻盈，所以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厉害的是他的脸部还可以打开，那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的酷啊，让我联想到了铁血战士脱下面具时候的样子。另外像是昭和版能够发射投标的设定在这次新的版本呢也得到非常酷的诠释方式。不过要说改动得最大的绝对是拜拉斯了，除了保留名字以及其章鱼特征外呢，基本上可以当作是一个全新的怪兽了，而且我觉得这绝对是历年来表现得最棒的章鱼型怪兽了。因为大多数的情况呢章鱼型的怪兽通常都是充当炮灰的，而这一次拜拉斯哇简直就是一个超萌的存在。昭和版的拜拉斯就是一个外星生物嘛，而这一次好像是被改成了一种超古代的生物，并且这个版本它的触手可是有着捕食的功能的，没错，它的触手就可以把一个人给吃掉了。接着头部打开后能够发射核电粒子炮，最猛的是它仅靠几根触手呢就把这一次超壮的卡梅拉给举起来，哇靠，真的太猛了！而且它还能够飞行哦，甚至还有防护罩可以抵挡卡梅拉的攻击。对比昭和版，简直就是一个史诗级的加强啊！不过它倒是和昭和版的一样，都是要吸取某些东西呢才能成长。就当我以为就这样猛的怪兽应该两局才能解决掉嘛，没想到它也是个单人怪。本来拜拉斯登场的时候时长就没剩多少了，结果又必须在这一集击败。
败他呢，导致他的戏份收得有点仓促。毕竟在剧中呢，他可是被设定成反派集团的秘密武器哦。结果就这样仓促的结束掉了，有点可惜啊。接着说到可惜，我觉得这次较为可惜的是，在昭和版中有这超多变态技能的加卡，在这一个版本直接被衰落到亲妈都不认得的程度啊，以至于我在观看的过程中都不断的怀疑，这真的是加卡吗？所有的技能直接被阉割到完，就只剩下尾巴还保留着尾针的特征了。原本在预告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也能够像昭和版一样，就是把那个右身体灌入卡美拉的体内，但是并没有，他的尾针就真的只是单纯的可以插着卡美拉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哦，存在意义就是为了让卡美拉秀出 Godfinger 吗？另外我觉得这次吉古拉还蛮有趣的，他被设定成是加奥斯的变种，而他整身的银色再配上紫色的血液，真的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昭和版的银色加奥斯，更不用说在动画版下一集中吉隆出来的时候也顺带把吉古拉的头给砍掉了。而昭和版的银色加奥斯呢，也是落得此下场哦。真的不得不说，这彩蛋埋的还蛮有意思的。个人也挺喜欢他和卡梅拉的水中战的，真的非常的精彩哦。但是弥补了昭和版中虽然有水中战，但是不怎么精彩的遗憾。那既然提到加奥斯呢，那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加奥斯吧。作为系列多次回归的怪兽，在这一次动画版的表现就好像有点没什么牌面的感觉。虽然第一集中他出场的氛围塑造的还不错，但是就在对上卡美拉后就真的那个炮灰，其他怪兽还有一战的机会，但是加奥斯就真的完全被压着打。因为这一版是群体嘛，而不是单独的个体，所以呢卡梅拉对上他们就好像割草开无双一样哦。虽然依然保留了加奥斯招牌的超音波刀刃，但是感觉打在卡梅拉身上好像烧痒痒，没什么作用。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单独个体的火焰，结果他吞食了拜拉斯以及进食一些人类后，他变种了。他不变不用紧，一变倒好，直接连飞都不能飞了哈。本来我还以为终于能等到精彩的空中战了，结果他就直接不能飞了。反倒是多了一条很长很长但又不怎么粗的舌头，然后插入卡美拉的口腔里，灌入一些液体，从而改变卡美拉的心。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啊？这什么设定啊？顺带一提，早在游戏卡美拉2000中就出现过一只加奥斯的变种啊，当然造型是更帅的哦。中国的那个造型真的，我真的是喜欢不起来。总体来说，尽管确实是有不少的毛病，但是作为卡梅拉复活的首秀，本作绝对值得一看。文戏和怪兽的部分都拿捏得很好，并且也很好的运用了家庭因素，每个人的性格或多或少都会根据他所生长的环境而导致的，这一点我蛮喜欢的。因为你可以从每个人的家庭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了解到为何这个角色的性格会这样哦。当然撇开田奇那超白烂的展开，哇，真的是那个画面真的太闹了，我感觉不能剧透给你们听，你们必须去感受一下才能感觉到这样的结局展开到底有多白烂。不过我觉得这是动画最难得可贵的是，它并没有把一大堆科学理论往你脸上丢，全篇看下来就只有气势磅礴的怪兽决战以及小朋友们最纯真的友情，观感上来说呢确实是非常的舒服了。虽然很多设定都没能仔细的展开来讲，很可惜，但至少可以感受得出制作组是尽量在六集的限制内把粉丝想看的都给整上了，所以这一部可以说是几乎涵盖了所有卡梅拉系列元素的一部作品，称得上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的是，虽然不能说100%确定，但是可以说第二集肯定是有在计划之内，不然他们也不会在片尾片段留下那样的伏笔。但既然有意想制作第二集的话，为何不把一些东西继续保留在第二季再继续讲呢？为什么要在第一集中就仓促的收掉了？我知道在这之后还会有小说以及漫画来补全动画的世界观，
但一些本该仔细展开来讲的故事线却这样仓促的收掉，不免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不过之前不知道在哪里传出了，就说如果这次动画反应好的话呢，可能就会考虑以真人版的形式接续其世界观，但是反应普普的话呢，就继续以动画的方式。先不管这传言是真是假，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肯定还是会以动画的方式出的吧。因为我感觉像我目前好像除了本身就喜欢怪兽的，又或者喜欢卡梅拉系列的人有看之外呢，真的很少有一些新人粉丝可以观看这部作品的。不过也没办法，毕竟他可是和某个伟大航路上的象棋怪人同级竞争的。反正不管最后以什么形式出都好呢，只要还能继续看到卡梅拉守护小孩子的英姿就已足够了。不过令人好奇的是，现如今卡梅拉已经以动画的形式复活了，那么大营的另一大爱将到底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形式复活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也希望卡梅拉能够出第二集，然后给我他妈的加入八如刚。 OK， 那好的，本次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有缘再相见，拜拜。